熊玩具。吉德奥特曼被封印在了变形蛋里面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迷你特工队的福特有办法，他找来了吉德奥特曼的武器——吉德之爪。哇塞！谢谢你，福特。欧巴奥特曼被怪兽偷袭，变成了一个变形蛋。哦，这可怎么办？热心的迷你特工队成员赛米出现了，他拿来了欧巴奥特曼的超强武器——欧布圣剑。哈哈！赛罗奥特曼被艾雷王打败，变成了一个变形蛋，这可怎么办？哦，有了！嗯，让迷你特工队的魔法少女露西来帮帮忙吧。露西也拿来了赛罗的投标武器，只是好像还少点什么。嗯，有了。这是上次在超市买的赛罗水晶，把它安在武器上面。糟糕，泰罗奥特曼也被封印成了一个变形蛋。赶紧让迷你特工队的麦克斯来帮帮他。嗯，哇哦，麦克斯带来了泰罗的手枪，这把手枪还能够发出特殊的光效呢，你们看。哈哈，三头龙怪兽也被超强的手枪给击飞了呢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玩具，喜欢点赞订阅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